孩子们手拿色笔为蝴蝶翅膀涂上颜色，鲜艳的橙黄色边缘是黑底加上白点，这是分布在北美洲的帝王斑蝶，每年冬天会飞到墨西哥避寒。小朋友一边着色，也顺便认识这特殊的蝴蝶品种。They're coloring the butterfly. They're cutting it up. The monarch butterfly migrates from Canada all the way to Canada and some other parts in the North America, in the U.S. in different parts. They all migrate and they go to Mexico, to the central part of Mexico, to the Michoacán state, to stay there for the winter. 一年一度的士林国际文化节再次登场。除了介绍墨西哥的帝王斑蝶外，还有巴拉圭、吉里巴斯、所罗门群岛等八个国家的传统服饰和特色美食。所有摊位逛一圈，就能饱览这些独特的异国文化。在我们士林区得天独厚，有包括日本学校、美国学校、欧洲学校，也有非常多的使馆在我们士林区。借由这样机会，大家彼此多更多的交流，也有更多的这个和谐。舞台表演则是安排新移民和原住民传统舞蹈，台下观众跟着唱和，互动性十足。这场嘉年华会结合东西方各国文化，有传统有创新，不但让大家认识自己居住的环境，也增进各国之间的情谊。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刘翔庭采访报道。